近日，岳云鹏微博发文称，跟吴彦祖商量了半天，他的脸让我用8个小时，他同意的时候笑醒了。微博一发出就引发了网友们热议，纷纷前往留言称，微博真好，还能做梦，你的身材和脸不配。就连陈赫都留言吐槽，你是真敢做梦。小岳岳对颜值的追求可以说是从一而终，一门心思想要变成吴彦祖。他此前就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帅气自拍，并配文，这个角度的我好看吗？然而这张照片并不是岳云鹏本人，而是吴彦祖的杂志硬照。照片中的吴彦祖扭过头来看向右侧，十足帅气。对于岳云鹏选择在愚人节皮这一下，网友的回应也是很精彩，你清醒一点。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 TV。